那个有沾白椒吗？给它粘在它的背面。然后给它压扁哦，压圆圆的，还是要做成面的形状，做成，还是要做成草莓的形状。也可以做成雨滴的形状。对呀、啊，下雨滴的形状。因为那个是在沾白椒的，哇，这是一颗草莓哦。嗯，那就要长在椰蛋树上哦。你要把它用一格一格小的贴上去吗？对啊，然后粘在一起了。